给他洗了澡之后，给他吃了东西，然后就爬到我身上来，很粘人。可能是因为太小了，你看，就在我身上睡，你看他就睡着了，就在我身上睡着了。可能是太，就像小孩一样，需要妈妈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他可能一个人在外面孤独的太久了，平时都是一个人在外面，特别黏人，还是挺喜欢，很漂亮的。后面再给他找个领养吧。吃了就躲起来，我再给你找家，看有没有人收养你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了好了，他就想在我身上来蹭。好了好了，哦，你看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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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他就在我身上来。好了，不来了不来了哈，好了乖了哈，他好像找到了妈妈一样。好了好了，你就自己吃吧，吃哈，吃了就躲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妈妈交代你的任务，吃了就躲起来哈。藏好，听到没？千万不要大声叫，叫啊叫都会坏人的，听到没？吃了就躲在这个沙发这后面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哎好，快去吧。我把这个沙发给它抬高一点，免得在下面太矮了。哎，我给你抬高一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抬高一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去吧，快去吃饭吧。吃饭吧，嗯，他黏一会儿，他要吃饭，快吃吧吃吧，好了好了，来，手手拿出来，宝宝，手手拿出来，哎，对的，小家伙，应该是才哥来的小家伙，很漂亮的一只白猫，关键是头上还有一个桃心呢，黑色的桃心。代表着好运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你长的样子都很漂亮的呢。啊，慢慢吃。你有牙没？嗯，你有牙了哈。慢一点，这个泡了可以吃了。给它吃吧。吃完了它就躲在下面去。给个活气哈吃，乖乖，跟他赌气。嗯，这是那个阿姨跟他弄的那个罐头。哎呀，他那个小脚脚好管用哈，你看，哦，要得，我每天都来喂他两，我都要喂他两回。每天都来喂，你看他那个小脚脚，小脚脚好乖呀。嗯，一二十秒嘛。好，快去吧，很乖，快去吧。嗯，现在是。他要量一下人。他一个人还是孤独，我跟你说嘛，你想嘛，他有个小妈妈又没在，那个兄弟姐妹又没得过，我们那个流浪猫人家带回去是有两个大猫跟他一路的，他一天还是不孤独，他一天都跟那两个大猫，嗯，他都是有点孤独，他一个人你想在下面待晚上都赶出来，没得这个的他都爬出来，那个羊羊好乖呀，来，乖得很，你看耍一会儿嘛，耍一会儿，我们都走了，快来，嗯，玩一会儿，我们就要走了，嗯，好了，没有。长大了还是个帅猫猫，是不是？
张大老师的帅萌萌，帅萌萌。哎，他现在是好点了，昨天找的也是很凶，他现在都没得人叫了。哎，他可能之前找那些小娃儿，他说他睡。哦，你倒了水嘛，就倒点干净水嘛。我去接你，跟他接你那个纯净那个自来水，自来水。哎，倒个外头。那这是我们小区的阿姨，经常都要来喂他。他还是比较安全。这个地方还是给他放矿泉水够了，装的还是漂亮的。在家找了这么一个盒子，准备去把那个小猫带回去。最主要是他身上有点脏，可能还有跳蚤，就拿个盒子去把它装在里面。咪咪，把搬开，哎，抬一下就行了。我看到它在里面没？在里面没？不是这样吧？从这边不要能够搬，从这里抬起来，这个不是很，它这个不是很重，稍微抬好看到在下面没？应该在。到处找，准备找到这个猫猫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刚才有个叔叔说他在水池这边，我就在水池这边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他。哎，我听到小猫猫在叫了，我还以为被谁收养了。走，带回去。哎，刚才在那个水池找到的，水池边上找的，现在把它带回去。走吧，带回去了，回去了，给你弄点奶喝。找了一上午，到处找没找到他，回家自己跑到水池来坐着。水都变成红色的了，它应该是身上跳蚤吧，还有蚂蚁以外被身上咬的全都是。来，要一那个是东西，好瘦哈、啊！你先洗身上，感觉全都好瘦啊，全都是肉，全都是血，好的那些血，那个身上全是好的那个血。还是你看这个地方，拿过来嘛，我看都看不到了，拿起来，这个屁股上这全都是。